带两个孩子去上幼儿园喽。今天上课了，中秋节放假已经过了三天。他们两个现在在吃包子了，送他们两个上学。8点半上课，他们两个8点半进去，我就9点在那边伞的下面培训。祝他们去学校了，我就今天不要把他们两个关在家里面了，不然的话我培训的时候他们两个总是乱跑，所以跟他小姑姑他们三个一起关在家里面的。对，哎，我去学校，你们去哪里呀？那边是培训的地方啊，快点过来，不要去那里玩了，时间快到了，你们快点把包子吃完啊，不能带包子进去的，快点吃啊，弟弟，快点吃完。嗯，不要去那里了，冷不冷？不冷吧，一会儿就出太阳了，没事，现在冷一点没事，不然一会儿太热的时候给你们穿太厚的话，你们还得脱衣服拿着。你一点点冷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出来了，在老师面前这样子知道没有啊，鼻涕要是出来了，哎呦，真的是啊，不要不要这样子，你要吃鼻涕呀、啊。不能吃，鼻涕不能吃的，不可以吃的，这孩子真的是。今天我们做这种蛋梅花哈，蛋梅花，蛋梅花还是蛋梅花也叫，甜的那种。今天也是大热天哈，没有大小孩的话就方便多了，也不用担心家里面，也不要看手机上面的监控。哇塞，这些做的比较淡一点，我感觉。现在我们的师傅能在这里烧一锅油，准备炸这些大梅花了。应该是大麻花吧？咦，怎么只炸一个呢？做好了这些。大麻花已经做好了，封在盆子里面，现在点名，一到谁就拿一盆回去吃了。封完这些就已经2点半了，可以下班了，封完这些就一看就好吃的样子，现在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朋友，小朋友的很热，所以哭起来了。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宝宝来培训。刚刚培训回来过后，洗了个澡，然后现在已经4:07了，准备去那边幼儿园那里。等着接两个孩子回来，阿峰和阿芳马上就放学了，4:30放学的，早上8:30上学，晚上4:30放学，去那边等着接孩子回来。
看现在太阳还没落，现在才4:07。